螺丝自容越来越多，觉得你放心帮助你。嗯，可以直接换玩桌游啊。我们可以自己做一套桌游啊，这方法不错，那我们就开始去做吧。 Let's go。第一个规则要简单 ，OK， 然后要有东西要大，好，要有东西可以拿，尽量不要玩纸牌类的游戏，建议是有东西可以让它操作的。这一套桌游的名字叫做《抢救动物大作战》。动物大作战，抢救动物大作战。阮今嘛要来介绍抢救动物大作战。哇，我会去咯！加油加油，再来一边啊！去嘿！哇！真的很棒，那教具也设计得很好。这个桌游呢，对于他们的数字啊，还有色彩部分都有强化的效果。那您觉得这个桌游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？在那个发射器部分，如果可以加个挡板，让圈圈比较不容易滑落，会比较好。小小年纪，然后听了演讲之后，你们会去发想要用。桌游，我只能佩服你们太伟大。但其实是可以让更多更多的人观看，我就很想让他们开启的。这次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。我们设计了一套适合去部分长辈的桌游，长辈们玩得很开心，让我们很感动。我们知道这个桌游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。你听了工作人员的建议，做了一些些的改变，希望这个桌游可以让失智症长辈感受快乐的游戏时光。借由这次的 PFC 行动，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上面所学习不到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里非常宝贵的经验。虽然我们是小学生，相信我们可以用小小的力量改变世界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